咁都得㗎喎。誒，我揾到一條黃絲冚家產啦，呢個 Test Talk with JJC， 你就是他媽的屎黃絲，你就是這些通翻麥嗰啲走狗。你媽的，為什麼你上 YouTube？YouTube 是美國人的東西，為什麼你用英文的名字？你的爸爸媽媽沒有給你中文名字吧？還是你只是翻絲自己的中文名字？你這個真的，你這美國的走狗，就來 YouTube 幹什麼？為什麼你要賺中國人的錢給美國出帳？啊，你媽的逼！知不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啊？還有一分鐘才是啊！現在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啊！我就教你什麼叫國家安全，你不應該在這裡勾着外國的勢力啊！你愛不愛國啊？你愛不愛國？不，我说的不是国语，我说的是普通话。国语是那些台独分子啊，台湾的人才说的，我们叫做普通话。妈的逼，你是美国的走狗，啊？放心，每一次有那些美国的走狗过来，我们的观众啊啊，就会给钱氪金，证明我们是多么的爱国。啊！你哋每一次嚟咧，咁啊，佢哋就會，我哋啲觀眾啊，就會課金。你不上線，你就留在這裡看一看，啊！你看到我哦，我告訴你，你不應該用英文的名字，知不知道？用中文，中文很犀利你嗎？啊！你有沒有見到我們國家的領導人會有英文的名字的嗎？会说自己是什么？我叫做温家宝，我的英文名字叫做 Kelvin， 不会这样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，还是你妈的逼，你那么长的英文名字，